再转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大哥，我们今天又是霸道王爷，又是全能宠爱官，所以说要给大家带来几首甜甜的歌作为福利。然后我们用这个可爱的电音话筒来挑战，它是很可爱的萝莉音，你爱看。再来一个，老公唱给我听。大家听一下，来，我们听他唱歌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他这个唱的我都跑调了。可爱的，我也好看的，我也爱你。干啥呢？呜呼的发尾，看见你的天，想要所有给你的眷恋。别唱了，不会唱。再来一首，最后一首唱可以了，不唱。简单爱，简单爱不太好唱。跟着你吧，跟着你。那个什么，我爱你祖国怎么唱来着？我爱你中国，你们都跑调的。不是这首歌。我爱你中国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右拐啊。走了。来然后呢，这有我们给千金女孩准备的一系列的一些零食，我们可以看剧的时候边吃边看，然后一定要边吃边看我们的爵士千金完结篇，好吗？好的。谢谢多多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饰演的这个角色吧。中路妹呢，就是一个霸道深情、比较爱吃醋的傲娇王爷，这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、简简单单的一个大男孩，对，挺可爱的。来说这个，来介绍我们一下我们的开播吧，几号开播的？几号开播？这不是问题吗？先介绍一下。他都答对了。大家抢答一下，那是几点更新的？12点。12点。开始。我不用这个了吧？不用这个，感觉这个有点奇怪。这个不要了。对，我们是12月24号12点上线，优酷全网独播，大家都要来看哦。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然后我们先让龚俊和海报合几个影，然后呢，大家拍到美美的照片之后，帮我们发到朋友圈，发到微博去宣传一下我们的剧吧。谢谢小伙伴们，待会儿我们给三个 pose 吧。来，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戴上了优酷全能宠爱官的手链，转一圈给大家看。太大了，吴英老师。叫老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。先往前走。走啊，我们往前走，中间。
全，我的妈呀！结果，同学，我先走一走，别挤在这儿，别挤在这儿，我先走一走。好，先小心，小心。来领到，没有领到，工具从爱罐里，我们大家来领一下礼物。来，不要挤，后边不要挤，不要往前涌。谁要这双拖鞋？你穿得了吗？为你打动你。人字证明。有点想不到了。好，分一下。后面的朋友，奶茶，给你。来，开玩笑，都往后面分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往后传一下，大家往后传一下。大家发朋友圈给爵士千金暖姐片，多多宣传。谢谢大家。记得看直播。记得看。这两个大的，还有两包大的。还有什么大的谁要？最后抢答一个问题抢答。老公我爱你。哇，我谁说的？我。大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优酷的宠爱剧场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在优酷接下来的三部剧。爵士千金完结篇，然后天涯客，还有你好火焰蓝，谢谢大家。老公你有这么帅？谢。来松手，把车松手，人走。好了，往前走，同学，快点走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拜拜。